他不会被打死吧？他这边打我，都是穿了生死装，打死！停停！啊，就这样！好好，继续。你弟弟患的是急性白血病，需要进行化疗和骨髓移植。医生，请你一定要救救他。但是他想要找到合适的骨髓非常的艰难，因为他是稀有的熊猫血，而且这期间的治疗费用将会是天文数字，你们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姐姐，生死由命，我们还是先出院吧。不，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对不能放弃。要不是你的话，我也摆脱不了我妈的虐待和控制。之前是你守护我，现在怪我守护你。行事，为了今天的坚持下去，有意思。不错不错，果然连续一个月呢，都有老板买你书了。刚才那场输得逼真精彩，连熬了15分钟才倒下。啊，这是给你的20万。谢谢老板，下次有这样的机会再找你。加油干，我看好你。一场假拳挨打15分钟就能挣20万，你挣钱的手段可真溜。你是谁？让你挣钱的人。你是买我书的那个老板？老板是不是还有什么吩咐？我能办到的话一定全力以赴。你为了挣钱还真是毫无尊严，不择手段。谁会跟钱过不去呢？你说是吧？我现在还真有一个能让你挣钱的机会，只要你乖乖听话，按照我说的去做，我事后给你2000万。2000万？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先给你看样东西。钱墨确实不是我的女儿，以前我是季家的佣人，和太太同时怀了孕，因为我一时贪心，生下女儿以后就和季家的女儿调换，为了就是让我的洛洛过上季家人的生活。什么？杨彩萍不是我的亲生母亲？这是你和季仁义两血的 DNA 检测报告，上面显示匹配合适。季仁义是季氏集团的总裁，你是他的亲生女儿，你才是季家真正的千金。你究竟是谁？给我这份报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是顾九霄，顾季两家在我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定下了婚约，我让你去季家认亲，然后嫁了一起。原来杨彩萍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所以她才会那么恨我。你竟然敢偷偷的去考大学，你以为这样就能摆脱我了吗？你做梦吧你！为什么？我不是你的女儿吗？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是吗？因为你不配！你这个贱人，想考大学？你做梦吧你！哼！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别的爸爸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乖巧、听话、学习好，而你呢？不给我交学费，逼我辍学。我成绩好一点就要撕碎我的试卷，6岁就要去捡废品，10岁就要去店里打工，不仅要赚钱交学费，还要供你喝酒赌博。到底做错了什么你就这么恨我？因为我看见你这张脸就恶心，就想吐，就想摧毁你，永远把你踩在脚下，永远不能翻身。那不就是季氏总裁一家吗？那就是我亲生爸妈。妈妈，我最近看中了香奈儿家的一条裙子。你马上就要跟顾九霄定亲，你想要什么都给你买。谁让你是我们的宝贝女儿呢？走，季总和季太太可真疼女儿。那当然，人家可是会投胎，从小就跟公主一样捧在手心里边长大的，羡慕不来的。爸妈，你们那么疼她，可知你们的亲生女儿在这儿？站住！今天商场被包场了，
你不能进去啊！我。季小姐，贺行之突然昏迷，麻烦你赶紧回医院一趟。我马上回去。季家知道季千墨才是他们的亲生娘吗？谁知道呢？不过他们想用季洛成为我未婚妻的算盘，倒是打得很响。你大伯跟季仁义的关系非常好，他们是想利用季洛来控制你，得到整个故事。人算不如天算，谁能想到季家二十多年前抱错了女儿，真千金另有其人。顾少，你不会真的要娶季千墨？有何不可？季千墨不过是个街头混混，粗俗又一身脾气，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呢？医生说我只有一年的时间，顾太太是谁不在乎。不过有人想在我死之前耍些手段，想吞掉顾氏，那我偏要娶一个打黑拳的街头混混，叫他们天翻地覆。虽然已经抢救过来了，但是他的情况依然很危急，需要尽快找到合适他的骨髓才行。而且他所用的药一直都是很昂贵的进口药，如果后面的治疗效果想要跟得上，没有个几百万是支撑不下来的。医生，我们一定要救他。顾少，我答应你的父亲。很好，明天是我爷爷生日宴，季家也会来，期待你的出现。我觉得顾九霄他还是不太想娶我。明天我真的能顺利成为他的未婚妻吗？顾季两家联姻势在必行，你是季家唯一的女儿，由不得他不想。我爸是顾家的养子，这么多年来不管在顾家有多努力，始终得不到顾氏的眷顾。老爷子这么着急让顾九霄结婚，就是想让他在死之前生曾孙，继承顾氏。那这样的话，你和顾伯伯不就什么都得不到了？所以我才让你嫁给顾九霄，只要他一死就可以合法继承顾氏。你放心吧，只要我继承了顾氏，顾氏就都是你的。你知道的，我的心里就只有你，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这么乖，这么听话，要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我可真不忍心让你嫁给那个病死鬼。所以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会让我成为顾太太的，对吗？那当然，顾太太只能是你。你就穿这一身来宴会？我穷，你又不是不知道。走吧，带你去见你父母。洛洛来了。你一个真千金，在黑市被人打得半死，一个用人生的假千金，却享受着本该属于你的万千宠爱的生活，你说讽不讽刺？不用急我，我既然来了，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走吧。他怎么会出现？还跟顾九霄在一起？九霄，你和季洛有婚约，你带这个野丫头给你爷爷祝寿，你什么意思？九霄，不要胡闹！爷爷，我解释一下，这个女孩是我在门口碰见的，她告诉我说他才是季家真正的亲戚，跟我订婚的那个季洛其实是个冒牌。你可真会把自己摘干净了。放心，两千万不会少你。没错，我才是季家的亲生女儿，我季千墨今天来就是来认亲的。哪来的贱丫头在这胡说八道？洛洛是我们养了二十几年的亲生女儿，亲朋好友都知道。我看是这贱丫头想盘龙附凤。顾少，你绝不能相信她。对对，我们的女儿只有洛洛。顾少，你别听别人瞎说。这么说来，
你们季家没有丢过女儿？没有，我们的女儿只有一个，那就是季洛。洛洛一直在我们身边，又优秀又有教养，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丫头才是冒牌货。我看是这个来历不明的贱丫头想假冒我季家千金，真是痴心妄想。芷香，今天是爷爷大寿，你在搞什么？一个诈骗犯说的话你也信？喂，你这么粗鲁，怎么可能是季家千金啊？你看那拳头吓人。哎呦，他可真厉害啊！你们先别急着赶我走，我这里有证据证明我的身份，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不错，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季洛才是。当年我在季家做佣人，和季太太同时怀孕，把你们两个人调换，为了就是让我的洛洛过上童话般的生活，而你只能被踩在泥下，永无出头之日。不可能，我才是季家的千金。随便找人录个视频就跑这来认亲，你当我们是傻子吗？我看到了，杨彩萍曾是季家的佣人，20年前他和季太太同时生下你，这个人你们应该肯定认识。不认识，这肯定是你找来的同伙，来这合伙诈骗。你赶快滚出这里，不要破坏我洛洛的婚事。我这里还有一份证据，这是权威机构开出的亲子鉴定报告，上面显示我和季仁义还有梁雪都有血缘关系，我季千墨才是季家的亲生女儿。刚才两位言之凿凿地说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季洛又是哪来的？鉴定报告也可以是假的嘛。没错，我们的女儿只有洛洛。骗子，他是骗子，快把他赶走。这么不想认我这个女儿是吗？你知道这些年我都经历什么样的待遇吗？这些伤疤都是杨彩萍虐待我是他。喂喂喂，堂哥着什么急嘛，让他把话说完。杨彩萍是个赌鬼，他逼我辍学赚钱供他赌博，还动不动虐打我。这道伤疤是我10岁那年他打牌输钱拿我出气，用一根烧红的电热棒直接烫在我身上，这里曾断过2根肋骨，是他一脚踢断的。他让自己的女儿过着公主般的生活，而我却活在地狱。哎呀，这个真的厉害了。季叔叔，季千墨到底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自己心里应该最清楚。看到这些伤，你难道就一点也不动容，一点都不心疼吗？事到如今你还不肯认。九霄，你一直在帮这个诈骗犯在说话，他不会是你找来故意破坏你和洛洛婚事的吧？没错，亲子鉴定肯定是假的，别以为在这博同情我就会认了。认不认已经无所谓了，一会儿我就会报警告诉警察是杨彩萍拐卖虐待我。有亲子鉴定和视频资料作为证据，警察肯定会收，到时候谁是真千金谁是冒牌货一清二楚。不要，我不要做拐卖犯的女儿。必须阻止他报警。怎么走了？怎么了这是？季千墨，你冷静一下。顾九霄，我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我们的合约终止吧。你这个小贱人，竟敢跑到这里来撒野。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不在这儿怎么收拾你？我不在这儿怎么收拾你？小贱人。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你已经没办法伤害我了。你这个丧尽天良的赔钱货，我供你吃供你喝供你上大学。你不学好到处去打架，到处说我打你虐你，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你在胡说什么呢？原来他身上的伤都是打架打出来的，还污蔑自己的母亲，简直太恶毒。
小小年纪不学好，整天跟着不三不四的人鬼混，经常怀孕大开，现在他又跑到季家来碰瓷，我怎么养了你这个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啊！这个女人满嘴谎言，私生活还那么混乱，就算她真是季家的女儿，不能做我们顾家的媳妇儿。九霄，你该清醒一点了。这个下贱，我绝不可能认她。她这样的女儿只会败坏我季家的名声。我是你们的亲生女儿，过去的一切不是我选的，而是杨彩萍害的。你们不仅不心疼我，还跟她一起加害于我。世界上怎么会有你们这样铁石心肠的父母？这个女人肮脏污秽，还满口谎言。我可以作证，季千木从小偷盗抢劫，坏事作尽，赶快把她抓起来，让她去坐牢。保安呢？快把她给抓起来！敢得罪顾季两家，我要让你在北城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顾九霄，就算杨彩萍说的是对的，我刘过产，私生活混乱，现在我想嫁给你，你敢娶我吗？顾九霄，就算杨彩萍说的是对的，我刘过产，私生活混乱，现在我想嫁给你，你敢娶我吗？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就你这种货色，九霄怎么可能娶你？还不把他拉出去，站住。我说过，我只娶季家真正的亲戚。顾九霄，你疯了吗？你刚刚没听他说吗？季千墨留过产，他就是一个无耻下贱的骗子，你怎么能娶他呢？九霄哥哥，你看看我，我对你才是真心的呀。我们不认他，我们的女儿只有季洛。喂，幺幺零吗？我这里有一个人叫杨彩萍，他不仅虐待拐卖我，还污秽诋毁我，你们现在立刻出警到金阁酒店来抓他。你这个小贱人竟然真敢报警。对付你这种无耻恶心的，我想不出别的手段。一旦闹到警局，落入身世公之于众不说，我季家也是颜面扫地，沦为全城笑柄。你先把手机放下，我们有话好好说。看来季叔叔是打算认这个女儿了。没错，季千墨的确是我女儿，原是九霄，洛洛是我抚养长大的，她优秀又有教养，跟你才相配呀。只要你同意，我加增季氏 10% 的股份做嫁妆。顾少爷，季千墨她就是个烂货，怀孕打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看洛洛善良又温柔，跟你才是天生的一对呀。这么听起来，你好像跟季洛很熟啊。你们是不是早就相认了？我没有，我是季家的女儿，我压根不认识她。好了，别再说了。既然季千墨是季家的千金，她的确可以嫁给九霄。那洛洛怎么办啊？这样吧，以一个月为限，季千墨和季洛一起住进顾家，我亲自评判，到时候谁要表现得更好，谁就做九霄的妻子。你居然不是季家的真千金，你居然敢耍我！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你也看到了，我爸妈他们都不认他的，季千墨他什么都不是。还不是因为我给了你爸好处，承诺他，只要我继承顾氏，以后顾氏所有的项目都会带着他。你放心，我这一个月一定会努力讨顾老爷欢心，成为顾太太的。你最好能做到，要不然我会让你从众星捧月的季家千金变成人人唾弃的烂泥，一无所有。居然还要试婚，顾老爷子明显更喜欢季洛，顾九霄又不是个好惹的主，我真的还要继续吗？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豪宅，把你这个土包子看傻了？季千墨，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厚脸皮的人，我爸妈根本就不认你，顾家也看不上你，你怎么有脸继续留在这儿？季洛，你很怕我是吗？笑话，我怕你什么？怕我让你这个假冒的假千金原形毕露。
拿回属于我的一切。我才不是拐卖犯的女儿，季千墨，我弄死你！这里是顾家，你有种打我试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在要求我，那我当然要如你所愿了。你，季洛，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把杨彩萍叫过去的，霸占我身份这么多年，还理直气壮，真是够贱的。季千墨，求求你别打我。怎么回事？爷爷，九霄哥哥。天哪，洛洛，你的脸都肿了。顾爷爷，季千墨，季千墨都要打死我。季千墨，就算再嫉妒洛洛，也不能把他打成这样。他真的好凶残，好可怕呀！你们再不来，我就要被他打死了。爷爷，我们顾家的儿媳妇儿可不能是这种隐瞒粗俗的人。依我看，现在就应该把他赶出去。九霄，默默，你为什么打他？是他自己要求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见这种要求。你胡说！我疯了吗？让你打我？对啊，你疯了。无缘无故跑过来让我打你，你该不会是觉得霸占我身份多年愧对于我吧？看你这样也不像。季千墨，不要再胡搅蛮缠了，你以为这样就能糊弄过去吗？九霄，你这是怎么了？你身体哪不舒服吗？胸口有点疼，默默，你来扶我一下。爷爷，我身体有些不舒服，我先回房休息了。季千墨，赶紧扶九霄回房。好的，爷爷。爷爷，季洛的脸都肿了，就这么放了他们？让管家给他拿点药，回去擦擦，以后再说。爷爷，你这病装的还真像啊！不然你怎么脱身？试婚还没开始，你就被爷爷赶出去了。赶出去就赶出去呗，大不了继续回去打黑拳。季千墨，我奉劝你别老是给自己找后路。事到如今，顾家和季家是不可能放过你的。顾九霄，我也奉劝你，别再跟我耍心眼，否则的话，我拍屁股走人。你就去取季洛那条响尾蛇吧。行了，这里没别人，别装了。你不会真的心脏有问题吧？我送你去医院。你又是装的。季千墨，我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我相信你也需要我，不然的话，你真的愿意季洛偷走原本属于你的人生，然后肆无忌惮地欺负你？我继续可以，但是你不能再骗我，也不可以再坑我。成交。请两位季小姐为今晚的晚餐各自准备一道菜，由我们的老爷来评定谁的厨艺更佳。为什么他的食材那么好，我的却只有青菜和豆腐，而且还这么不新鲜？这是季洛小姐提前叫我们采买的，你又没说，当然只剩下这些了。洛洛小姐，你这是在做什么呀？九霄哥哥身体不太好，顾爷爷呢爱喝汤，我打算做一道佛跳墙给他们好好补一补。您真是太有心了，少爷娶了你一定很幸福。季千墨，你在做什么呢？哦，我忘了，像你这种平民大概
也只会做青菜豆腐。青菜豆腐，连乞丐都不吃的东西，你竟然给我们老爷吃，太过分了吧。季千墨，我劝你啊，还是趁早认输走人，少在这丢人现眼。季洛，你是不口嗨就难受是吗？还是说你皮又痒了，又想挨揍了？别理他，洛洛小姐，一会儿等到了老爷面前，看他怎么丢人。爷爷，九霄哥哥，这是我亲自做的佛跳墙。老爷，这是洛洛小姐足足熬了4个小时，一步都没有离开做的。看着就不错。季千墨，你的菜呢？爷爷，这就是我的菜。我的天，季千墨做的居然真的是青菜豆腐。季千墨，你什么意思？居然给爷爷吃青菜豆腐，这么粗鄙的食物。所以说嘛，跟生长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一个街头混混能做出什么好菜来？我跟他说了，他偏要做，穷酸死了。那先喝洛洛的汤吧。爷爷，我给你养。这汤啊，又香又咸，真不愧是出自名门之手啊！洛洛，这手艺真的很棒，真的很适合做顾家的儿媳妇。这佛跳墙味道很好啊，爷爷。看来结果已经很明显了，洛洛做的佛跳墙色香味俱全，他赢。今日的厨艺最佳，爷爷。季千墨的汤还没喝呢。不是吧，九霄，你要给爷爷吃青菜豆腐，就不怕伤着爷爷的身体吗？也不知道能不能吃。爷爷，我做的这道菜叫青菜豆腐汤。青菜豆腐，你就是做成花也是粗俗不堪，一看就没有食欲。季千墨，我劝你还是死心吧。爷爷，您至少要把每道菜都尝过之后再定输赢，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啊。盛一碗我尝尝吧。豆腐怎么做都是那个味道，你以为能改变什么？豆腐爽脆香甜，肉馅饱满多汁，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先把豆腐切碎，然后用马蹄、鸡蛋、葱花、木薯粉和在一起，再把它和成馅料放在里面。你的食材里根本就没有肉，肉馅是怎么来的？把平菇切碎，加少许白藕，然后再用酱料和匀，口感跟肉很像。为什么不用肉？分给我的食材里没有肉。季洛的食材里是海参、赤肚，而默默却连一块肉都没有。爷爷，这场比试从一开始来说就很不公平。爷爷，我听九霄说您最近睡眠不太好，我还在里面搭配了枸杞和菠菜，能够益气安眠。你有心了，再给我盛一碗尝尝。爷爷，这个季千墨只会投机取巧，这白菜豆腐怎么能跟佛跳墙比呢？我也觉得还是佛跳墙好喝。佛跳墙是不错，不过季千墨用的简单的食材能做出这么特别的真心豆腐，很不容易。这次比赛你们就算打个平手吧。爷爷，我想让默默进公司。做你的妻子不仅在生活上需要照顾你，在工作上也能帮到你才是。公平起见，季洛，你也一起去公司吧。好的，顾爷爷。九霄，按照爷爷的意思，季洛和季千墨同时进公司，公平竞争。他们两个人在工作中谁表现得更好，谁就是未来的顾太太。你也说是公平公正，那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耍手段。那也请你不要太偏心季千墨。顾家拿下了北城最大温泉娱乐项目，这是资料。
你们两个人同时做方案，谁的方案更优秀，谁就赢得了第一局。没问题，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的。听说未来的顾太太加入公司，才是哪一位？顾季联姻，众所周知，当然是季洛。至于另外一位，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个高中没毕业的文盲，你觉得你能胜任顾氏的工作吗？季千墨，我劝你啊，还是早点认输的好。同样的话，你反复说不累吗？还是说你皮又痒了？这里是公司，你敢打我，你猜我敢不敢？哎，宝，他欺负你吗？九霄哥哥让我和他一起做温泉酒店的方案，他觉得我会威胁到他，所以恐吓我不许和他争。你可是季家千金，顾总的未婚妻，他居然敢恐吓你，简直太嚣张了。听说他没上过大学，就是个街头混混，所以才会这样的。这种人凭什么进顾氏啊？肯定是走后门的。算了，我也没打算和他计较。季小姐，你就是太善良了。我订了下午茶，有蛋糕和奶茶，我请所有人吃。这么好，好嘞，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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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明明千金，季小姐真的太好了。以后大家都是同事了，叫我洛洛就行了。居然敢欺负洛洛，季千墨，看我不教训你！季千墨，去把这份文件复印十份。哎呦，不是吧，连复印机都不会用。听说你高中都没毕业，也许是个文盲吧。我好奇你是怎么进的故事啊？不会是依仗着你这张脸用些见不得人的手段吧？你看他这个身段，迷惑男人的手法肯定厉害。这个复印机被锁定了，复印不了。什么被锁定了？不会用就不会用，装什么装？不懂就要问。你要是诚心求我，说不定我会帮你。刚来上班，算了，先忍一忍。你不要这样了，多帮帮新同事嘛。季千墨，看好了，我只教你一遍。洛洛真是个善良的小仙女啊，不像某些文盲，根本不配进故事。洛洛，你帮得了他一次呀，帮不了他第二次。是啊，跟这种人做同事，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季千墨，我要你在故事的每一天都水深火热，跟我斗，你还太嫩。去，给我们买杯咖啡。你一个新人，复印机都不会用，咖啡也不给同事们，你还能干什么？你们想要喝什么？我要拿铁。我要冰美式。咖啡到了。来来，喝咖啡了。啊？不给钱吗？你怎么那么穷酸？拿你几杯咖啡还好意思找我们要钱？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女混混就该夹着尾巴做。谁跟你说我高中没毕业的？难道你连高中都没读？你到底睡了多少男人才进的故事？我的妈呀，我把钱给你，拿着你的钱喝咖啡我嫌脏。我要是但凡要的就应该从故事滚蛋。故事的员工不是985就是211等高校毕业的。你一个高中文凭都没有的文盲，不配跟我做同事。把脚拿开。我劝你啊，还是乖乖跟洛洛磕头道歉，说不定我们就饶了你。原来是季洛的哈巴狗啊，替人出头来了。季千墨，你敢骂我。天哪，季千墨在办公室打人了。季千墨。上班第一天就在办公室打你，当顾氏是离婚的那些黑市赌场吗？还不放手？季千墨居然是混黑市赌场的，难怪行为这么粗鲁。你看他那个凶神恶煞的模样，说不定坐过牢。
太可怕了！哎呦，太可怕了！季羡慕，你这不是要打人吗？你说我打他是吗？啊！我的手断了！我这个人从不白担虚名，既然说我打他的话，非得好好揍他一顿。九霄哥哥，你快救救小芳啊！天哪，是要出人命啊！顾氏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企业，季千墨在办公室当众施暴，绝对不能留在公司。九霄，你必须立刻开除他。那个千墨，你冷静一下，先放开。他就是个女流氓，是个疯子。顾总，快救救我！你也觉得我无故打他是吗？我们绝对不允许季千墨在办公室施暴。现在报警，把他抓起来。季千墨只要进警局，顾爷爷肯定会对他厌恶透顶的。我来打110，要报警是吗？那我更应该给他搜下筋骨。季千墨，他也太嚣张了。顾总，咱办公区域应该有摄像头，一会儿警察来了，我建议调监控，看看到底发生了谁。当然有监控，我们顾氏不会姑息施暴者，绝不会姑息霸凌者。如果让我知道有人联合起来欺负新同事，立即开除，绝不姑息。怎么现在还要报警？不管什么原因，你扭断小芳的手，警察就一定会抓你。那这样我只好我错了。我和王强不应该让你买咖啡，故意羞辱你，是我先动的手，我错了。是我先动的手，我错了。我右手好了。看来是有人联合起来欺负新同事，他不过是自卫而已。好，就算他有错，那季千墨也不能拧断他的手啊。我左手也好了。我呢？只不过是看小芳说话油嘴滑舌，走路弯腰驼背，帮她正正骨而已。同事之间互帮互助。顾副总，没你说的这么严重吧？季千墨为什么可以拧断别人的手，然后又给他接上了？混混的必备技能，你要试一下吗？骨头那么软，确实应该松松筋骨。不然，怎么会一杯奶茶，一个蛋糕，就把你们收拢的替人出头呢？季千墨，我只是为同事不平而已，你不用这么含沙射影吧。季洛，你这茶味啊，闻得都快呛到我了。任何员工入职公司都有严格的学历审核标准，季千墨的学历绝对符合公司的用人标准，倒是你们几个每天心思不放在工作上，到处造谣生事，惹是生非。我看不适合继续留在顾氏工作的人是你们。季千墨，我错了，我不应该侮辱为难你。顾总，求你不要开除我。顾总，顾总，我也错了，我们再也不会犯了。算了，顾总，狗咬我一口，我不可能咬回去。都散了，回去工作吧。九霄，你忘了爷爷说的吗？让你不偏不倚。你不觉得你现在帮季千墨帮得有点明显了吗？有吗？就算是有，也是因为你们针对的太明显。刚才顾总说他入职符合用人标准，难道他有大学文凭？你看看他那打架的混混模样，你觉得可能吗？我看就是走的后门。对，马上就会公布温泉酒店的运营方案，你们看好了，他一定会成败百出。季洛和季千墨的准备运营方案都已经发到我的电脑上了，我先。怎么了？季洛和季千墨的方案一模一样。两个人的方案怎么可能一模一样？除非有人抄袭。洛洛名牌大学毕业，季千墨连高中都没上，肯定是季千墨抄袭的洛洛。季千墨居然能做出这么好的方案来。季千墨，今天我要让你百口莫辩。一个私生活混乱只会打架的混混，怎么可能写得出方案？他还威胁恐吓洛洛，威胁不成，他竟然抄袭他方案，太不要脸了。叶墨，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既然我和季洛的方案一样，就说明我们俩都有嫌疑。你不应该只问我。我没有抄袭，这个方案
是我熬了三个通宵才写出来的，每个字都是我的心血。我亲眼看见洛洛写完了这个方案，所以洛洛不可能抄袭。我今天早上看到季千墨在我的电脑前面鬼鬼祟祟的，他肯定是在复制我的方案。哎，我也看见了，他就站在洛洛电脑旁边站了好久。啊，你不能再维护他了，公司对于抄袭一向是零容忍，季千墨犯了公司的大忌，按照规定一定要开除。我没有偏袒任何人，到现在为止你们都是在空口见抄，想要指着一个人抄袭又拿出实质性的证据，我亲眼所见，这难道不是证据吗？九霄哥哥，知道上次的事你对我有误会，而你这偏心的也太明显了。对啊，顾总，我们都能作证，我们都是您的员工，您不能因为季千墨是走后门进来的你就相信他，就不相信我们呀。季千墨抄都抄了，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吗？不要再狡辩了。抄袭可耻，开除季千墨。抄袭可耻，开除季千墨。我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这篇方案是我写的。啥证据？季千墨你就别垂死挣扎了。这个方案是我大学写的论文，我只是拿出来稍微改了改。什么大学？野鸡大学吗？在座的各位哪一个不知道你连高中都没毕业还论文？笑死。你要是不懂呢可以来问我，我会教你，何必捏造这种可笑的谎话呢？就是这份是北城大学校刊，署名就是季千墨。这份校刊在北城大学十分有威望，没有一定水平的论文是登不上去的。北城大学可是985名校啊，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季千墨怎么能在校刊上登论文呢？你傻呀，能在校刊上登论文的不是学生就是老师，难道季千墨真的北城大学毕业吗？我估计啊，刚好是同名同姓吧。哦对，肯定是同名同姓，不可能是他。各位，我说过季千墨的录用符合公司用人标准，如果你们不信的话可以去北城大学的官网上查，上面有他的照片。季千墨真的是北城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这方案是季千墨做的，是季洛抄袭的。刚才季洛还理直气壮声情并茂地指控季千墨抄袭的。身为故事总裁，你们都是我的员工，我不会偏袒任何人，你们全都是凭实力说话。季洛，你自己说的，敢做就要敢当，你抄都抄不会没有勇气承认的。季洛抄袭季千墨，按照公司规定必须开除季洛。九霄哥哥不要。九霄，我相信洛洛不是故意的，再说了忘了洛洛是你什么人吗？这不关洛洛的事儿，这是我在网上下载的论文给洛洛，洛洛是不愿意拒绝所以才用的。没错，小芳发我的时候我以为是他的创意，如果知道这是季千墨的论文我绝对不会用的。那这么看洛洛真的是无辜的，他对抄袭一无所知。顾总，再给洛洛一次机会吧。是啊，顾总，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季千墨用已经发表过一年的论文作为我们酒店的运营方案，作为顾氏员工是不是太草率太不负责？这个方案很多人都看过的，我们顾氏要是用这个方案会沦为全城的笑柄。其实季千墨就是个投机取巧的人。好在小芳下载了个论文，歪打正着让我们发现，要是真的用了这个方案，顾氏不仅会颜面扫地，还会影响公司的股价，不堪设想。那他岂不是差点害到公司？顾晨，季洛，你们颠倒黑白转移注意力的本事可真厉害，让我大开眼界。九霄哥哥，我一定会做一个更好的方案来弥补这次的过失。不用了，刚才的方案只是备选，季千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案。身为顾氏员工怎么能不准备 AB 两套方案呢？这个才是我要提交的真正方案。顾总，这个方案似乎更贴合我们温泉酒店亲子时光的感觉。我们温泉酒店要是按照这个方案运营的话，我每个周末都想带家人去玩呢。不愧是北城大学优秀毕业生，季千墨好厉害啊。看来胜负已分。季千墨，从今天开始由你来负责温泉酒店的项目落地。另外小芳，你盗用季千墨方案立即开除。啊，那季洛呢？他就算是不知情也盗取过我的方案。盗取他人方案十分可耻，
那就罚一个月工资，通告全公司，留用查看。季千墨，你故意的？什么故意的？你明明就有新方案，为什么要发那个旧方案？根本就知道我用了你的方案，故意看我出丑。看来你还不丑。对啊，我就是故意的。我看到你在我电脑面前鬼鬼祟祟的复制文件。我就是要看看你堂堂季家千金，名校高材生，会不会无耻盗取我的方案。没想到真的上当。你看 baby 记录，你真是记事不记大。怎么，你放手。本来呢，你占了我的身，我并不管，毕竟这也不是你的错。但是你一再惹我，反而激起了我的斗志。你什么意思？你听着，对于季家千金我一点兴趣都没有，至于顾景霄是他自己不想要，我劝你也别折腾，这样的话大家才能相安无事，否则我会一点一点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夺回。明明就是你要夺走我的一切。季千墨，我一定不会让你得逞的。团里的刘总手里有高达十几亿的北城娱乐项目，对顾氏非常重要。你要是帮我谈下来，我相信爷爷一定会同意你嫁给我。顾九霄，你给我的工作量可真是越来越多，就穿着高跟鞋，我脚都要断了。不就是要我给你加薪吗？没问题。支付宝到账10万元，谢谢老板。看在钱的份上，我一定信不辱命。走吧。你喝呀。哟，顾总你也来了。好久不见刘总。好久不见。这位美女是？这是我的秘书季千墨。刘总，顾九霄为了能跟你合作要带一个漂亮的女人过来。顾总真是客气了，我真是迫不及待呀、啊。这就是顾九霄送我的女人，身材和脸蛋果然都是极品。哎，千墨小姐你好。你好，刘总，我们来是特意跟你谈娱乐城项目的。不着急，咱们先喝一杯，来，干杯！水到渠成，还真是迫不及待。看来刘总对季千墨很满意。今晚只要季千墨上了刘总的床，别说是爷爷不可能让他嫁到顾家，就是顾九霄也不可能要他。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季千墨人生尽毁，那九霄哥哥咽气的样子。今晚你要找机会到顾九霄身边去，做事和他的亲密关系。好。哈哈，两位请坐。来。这个刘总又油腻又猥琐，不像好人。我们只是跟他合作而已。我给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这份合作一定能达成。什么礼物？你等我一下，接个电话。不错呀，季千墨，穿着漂亮礼服，山鸡还真变成凤凰。季洛，我看你是没挨过打是，又想让我揍你了。我们可是来谈合作的，你要是打我，刘总还敢跟你合作吗？哎呀，季洛，你又搞什么鬼？对不起啊，千墨，我一时手滑，不小心弄脏了你的衣服。要不先到楼上的房间去处理一下。不用了，我在这等顾总。他来了，我给他说，咱们再谈合作的事情吧。行吧。刘总，这个房卡可以打开季千墨的房间。祝你今晚玩得愉快。真是甚得我心啊。奇怪，为什么突然觉得头好晕呢？还越来越晕了。谁在外面？难道是顾九霄？刘总，你怎么会进来？当然是刷卡进来的啦。要干什么？
你不是说要跟我谈合作吗？这不，我就来了，慢着谈。请你出去，否则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哎呦，你对我怎么不客气啊？够辣的，这样才够劲儿。不会这样，身体好热，好难受。那就让我亲一亲，抱一抱，小美人。只要你今天把我伺候好了，娱乐城的项目就是你的了。我不是那种人，不是那种人，又想卖，还想立贞节牌坊。告诉你，顾九霄已经把你送给我了，你最好是乖乖的配合我。你说什么？顾九霄把我送给你了？顾九霄把我送给你了？不可能，他不可能这么对我。顾九霄既然把你送给，没有房卡我怎么能进来？这都是他之前安排好的。我给他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这份合作一定能达成。他说的礼物是我。顾九霄救我。奇怪，头好晕，季千墨去哪儿了？九霄哥哥，你没事吧？季洛，你看到季千墨了吗？他好像跟刘总去楼上谈合作了，要不我扶你上去？好，马上带我过去。宝贝儿，来吧！你想逃？你往哪里逃啊？我这个变态！这样做是犯法的，会报警抓你的。犯法？把今天咱们这个事儿录下来。我，你给我站住！救命啊！我怎么好像听到齐洛的声音了？你听错了，他们还在前面呢，我们赶紧过去吧。你听错了，他们还在前面呢，我们赶紧过去吧。要是敢逼我，你就死定了。怎么会呢？九霄，别怪我，谁让你不肯取经，我只能推你一把。季千墨这种麻烦终于可以解决了。让你跑，让你跑，乖乖听话，我还能对你温柔一点。这两双手可是没有轻重的时候，吃亏的一定是你。放了我，让我放了你，我的床上就是我的玩物了。干什么？你再这样，我就对你不客气了。不客气？我倒是很期待呀。啊，咱们试一下这个。不要。在这儿啊！这儿只有我，九霄哥哥，你看看我，我不比季千墨美吗？都是你和顾琛搞的鬼。现在季千墨在刘总的床上，而你今晚是我的。你和顾琛联合刘总来骗我？没错，顾琛早就和刘总谈好了合作，而今晚不过是故意设局，引你和季千墨上钩而已。你和季千墨的酒里都被下了，他被顾琛以你的名义送给你，现在他们两个都快活了。九霄哥哥，他不可能成为你的妻子，只有我才可以做你的妻子。别想碰我！你还想为季千墨守身不成？他一个打黑拳的混混，他怎么配？就配他至少是季家的真亲戚，而你只不过是个卖饭的女儿。你胡说！我才是季家唯一的女儿，爸妈根本就不认他。季家的一切，你顾九霄的妻子只可以是我，根本不配跟我争。你连他的一根头发丝都不如。他虽然被你偷走了人生，但是他依然在那样的环境里坚强的自尊自爱的活着，而你即使穿着最华丽的衣服也依然挡不住你丑恶的灵魂。
顾景霄，怎么能这样说我？实话总是难听，要学会接受事实。我要去找季千墨。你说我不如季千墨，我现在就去拍一下季千墨被刘总蹂躏糟蹋的视频，我看你还怎么说我不如他。你怎么出来了？顾九霄已经昏迷了，刘总现在应该得手了吧？我们要不现在就进去？再等一会儿，着什么急呀、啊？总得让刘总玩得尽兴，咱们拍的画面才够精彩。我一定要彻底毁掉季千墨，让他脏如烂泥，看他还怎么和我争。下药秘诀，迷晕效果的熏香，竟然还能坚持到现在。要送我的尤物可真是刺激啊。顾九霄，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对你来说真的只是随意摆弄的玩物吗？哎呀，现在也玩累了，这些该进入主题了。救命啊！不要，我告诉你，现在你这么喊是没有人救你的。救命啊！我听到季千墨喊救命了，我们现在就进去。差不多了。季千墨和刘总在床上。刚才他们战况挺激烈啊，他们玩的挺嗨啊。季千墨，你刚才跟刘总玩的可开心了。别躲了，自己出来吧。看来他是怕了呀。你还会怕呀？季千墨，快点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怎么是刘总？季千墨呢？没如你们所愿，看来你们很失望吗？顾九霄在这儿？不可能，我明明亲眼看到你昏迷了。因为我们俩刚刚根本就没喝那杯酒，不然。季千墨呢？他不可能逃走的。这么急着见我呀？可惜了，没拍到你想看的画面。刘总，到底怎么回事？是他，是顾九霄打的我。救命啊！不要！顾九霄，你敢打我？不仅要打你，我还要杀了你！你呀！救命啊！顾九霄，我会把他打死的。对不起，默默，是我害了你。先把他绑起来吧。顾九霄，你们太过分了！刘总是我的合作伙伴。竟然对他又打又骂，没错，你们把刘总打成这样，你们简直是犯罪。这件事情明明就是你们两个跟刘总合起伙来欺负我。谁能证明？我们看到的是你和季千墨把刘总打伤，绑在床上。刘总，报警吧。你放心，警察会保密的。只有季千墨，我和顾琛都可以为你负责。是季千墨主动进了你的房间，没谈拢，还把你打成了重伤。顾九霄，你为了季千墨，居然这么残忍的殴打客户，爷爷知道了，一定会对你很失望。那就让刘总来说吧。刘总，你身上的伤。是我打的，不是，不是你打的，谁都不准报警啊！根本不用怕他，等会儿警察来了，照实说就行。你，给我闭嘴！我说了，不是他打的，
是报警，就跟你们没完。对刘总做了什么？顾总，顾总，顾总，你不是喜欢玩游戏吗？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不，手机里卡我的信，密码是我信，爸爸。居然还有他凌虐别的女孩子的视频，发到我手机上。不要，不不。顾总，现在我手机里有你的视频，这些视频传出去一定身败名裂。刘总，你知道该怎么做。刘总，真的不用怕，保证顾九霄伤不了你。是啊，刘总，你被打成这样，你咽得下这口气？你们，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是你们两个能把我害成这个样子，赶快，赶快给顾先生和千墨小姐道歉。顾先生，千墨小姐，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对，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好吧？这么说，不报警了？不报。又不还是报警吗？让警察来评评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还想让我收拾你们吗？赶快道歉啊。九霄哥哥，对不起。对不起。刘总，好好做人，别再干那些畜生事。听到了吗？一定。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你，好点了吗？不用了，我自己来。对不起啊，嬷嬷，我只提醒你把酒吐掉，但没想到他们往房间里放了迷香。你肯定我的身手可以对付刘总，却没想到我差点被他凌辱，对吧？嬷嬷，我绝对没有把你送给刘总。我相信你，不然你也不可能赶过来救我。是也没关系，你是我的老板，我只不过是你摆弄的棋子，配合你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对了，顾琛和刘总都不好惹，我们这次又让他们吃了亏，他们的把柄又在我们的手里，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我倒希望他们把事情弄大。刘总，你说季千墨手上有你的视频？那你以为我怎么能放过他们？他们如果真的报了警，他们什么事儿都没有，而我就会名声尽毁，还得坐牢。刘总，我有办法帮你把视频拿回来，而且还可以狠狠地教训他一顿。真的呀？哎呦，那这个视频如果真的能拿回来，我到时候就让季千墨跪在我面前，我要把他蹂躏致死。九霄，季千墨，我有话问你们。怎么了，爷爷？今天一大早，环丽的刘总给我打电话，说昨晚季千墨为了跟他合作，不仅打了他，还录了他的视频。有没有这回事啊？人是我打的，跟千墨没有关系。九霄，你为了袒护季千墨，连打人的事儿。我亲眼看到季千墨打了刘总，他把刘总打得伤痕累累，手段极其残忍。九霄身体素来不好，怎么可能打人？季千墨，是不是你打了刘总，拿他的视频威胁他？九霄，不要再替他说话了。季千墨，昨晚到底打没打刘总？录没录他的视频？有，那就赶紧把视频删了，然后去给刘总道歉。抱歉，顾爷爷，我既不会删视频，也不会道歉。爷爷，人确实是我打的。昨天晚上刘总想要侵犯千墨，我们只是自卫而已。九霄哥哥，你就别再为季千墨狡辩了。以季千墨的身手，
谁能侵犯他呀？昨天的酒会上，很多人都看见季千墨去找刘总谈合作，他是主动跟刘总走，随后又用了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威胁刘总。太过分了，爸，如果再这样纵容季千墨的话，我们顾氏把客户都得罪光了，我们就完了。季千墨，把手机拿出来，把视频删了。爷爷，你知道视频里是什么吗？全是他伤害女孩的证据，这是犯罪。我已经问过刘总了，那些女孩都是刘总的女朋友。嗯，那只是刘总跟他们的一些小爱好罢了。这么残忍的事情被你说成私人爱好，顾晨不配做顾家人。九霄，跟刘总的合作绝不容有失。让季千墨把视频删了，让他离开顾家，不想再见到他。九霄，自从认识季千墨以后，你就像着了魔一样，你也是时候该清醒清醒了。难道非要看着他毁了我们顾氏才甘心吗？我离开顾家可以，但视频我绝对不会删。不仅如此，我还会报警，我要让那些被刘总伤害的女孩子讨回公道。你敢？我支持千墨。九霄，你太让我失望了。顾晨，去把季千墨的手机夺过来，把他赶出顾家。是，爷爷。原来是早有准备。季千墨这么能打，我自然是早有准备。九霄，我做的这一切也是为了顾氏，你就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就凭这几个人就想打倒我？哎，顾晨，干什么？全下去！爷爷，如果你非要赶走季千墨的话，我愿意跟他一起走。你要气死我呀！哎，爸，你看看，九霄已经被这个季千墨给捏得着了魔了。顾九霄，你太让我失望了。如果你再这样下去，我要罢免你顾家总裁的职位，静心修养。爷爷，我能让顾氏得到娱乐城的项目，但前提是千墨不能删视频。搞笑，娱乐城的项目在刘总手里，刘总都跟我说了，季千墨删视频道歉，他才会跟我们顾氏合作。娱乐城的项目目前在环丽手里，而环丽是刘总和他老婆共同创办的。不巧，他俩目前正在闹离婚，都在争夺公司的控制权。那又怎么样？我前段时间以顾氏的名义收购了 10% 环丽的资产，我和他老婆约定了，只要把刘总送进监狱，让他坐上董事长的位置，娱乐城的项目非顾氏莫属。我本想以环丽 10% 的股份作为礼物送给刘总，奈何他人品实在太差，摆了我一道。我们保住刘总，娱乐城的项目一样是我们的。刘总人品太差，干了很多违法的勾当，早就坏事做绝了，反而刘太太做事雷厉风行，在公司里很有威望，跟谁合作更有利于我们顾氏，相信一目了然了吧。九霄，你成熟了，做事这么周全。爷爷，昨晚我和千墨去了警察局，刘总已经被警察带走了。啊，也算给社会大众做了点好事啊。符合顾氏利益就是为社会做好事了呗。爷爷，昨晚我和千墨都被人下了药，是顾晨干的。没有，我们没有。顾九霄，你怎么能诬陷我们呢？刘总都被打成那样了，你也不像被下药的人呐。那是因为我们早有防备，悄悄把酒给吐了。只不过没想到千墨房间里还有迷香。我险些就找了你们的道，那也是刘总干的，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真的吗？没错，顾琛早就和刘总谈好了合作，而今晚不过是故意设局，以你和季千墨上钩而已。你和季千墨的酒里都被下了药，他被顾琛以你的名义送给了刘总，这会儿两人正在快活呢。九霄哥哥，季千墨不可能嫁给你，只有我才能做你的妻子。哼！你怎么会有落音？
你故意喝醉，你跟我说这些话，不然怎么能让你说出真心话呢？顾晨，你个畜生，你应该是手段伤害九霄。你爸，爸，爸，你小心，小事，听他怎么说。爷爷，我是无辜的，这些都是季若做的，跟我没有关系啊。顾晨，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情是由季洛和刘总勾结起来，陷害我和季千墨喽？没错，与我无关。那这张照片怎么解释？你们两个三天前就见了面，九霄证据确凿，你还不从实招来？你还不跟你爷道歉？爷爷，我错了，我就是不想让顾九霄娶季千墨那样粗鄙的人，而是娶门当户对的季洛呀。爷爷，我也错了。是我太想嫁给九霄哥哥了，脑子一时糊涂了，你就原谅我们吧。这么说，你们给我下药诬陷我，甚至利用刘总想要毁掉我，都是真的吗？爷爷，我和顾九霄的试婚之约还有效吗？当然有效。那作为顾九霄的准未婚妻，他们这样害我，我是不是可以讨个公道？爷爷，刚才你听顾琛的一面之词就要赶我们离开，现在你却这么维护他，难道在你的心里我没有顾琛重要吗？你是我的亲孙子，没有人比你更重要，你要怎么讨回公道？借您的拐杖一用。我这个人向来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能动手绝对不废话。爷爷，救我啊！这季千墨是个疯子，他要把我打死的。啊！第一棍是打你无缘无故，三番五次的诋毁陷害我。季千墨，我错了，你就原谅我吧。既然有错的话，那就该打。爸，虽然我们不是你亲生的，但是在你身边这么多年，你总不能看着顾晨被季千墨打死吧？这第二棍，你要再打，干脆打死我们两个得了。不，谁说我要把他们打死的？杀人可是犯法的，我只是略施惩戒，不然伤到顾九霄那就不好了。原来默默是为了给我出气才打他们的。作为你的准未婚妻，当然要保护你了。爷爷，你的手杖。千墨，你这么有分寸，很好。臣，季洛，你听着，不许再生事，更不许再使手段，否则我就把你们赶出顾家。是，爷爷，我知道了。刚刚表现不错啊，季千墨，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怎么了？身上的伤还疼吗？你早就知道刘总和顾琛勾结，昨晚不是去谈合作，而是故意引他们露出马脚，对吗？要想和刘太太合作，就必须要彻底扳倒刘总。你让我去争那个合作，从头到尾也都是个幌子，我差点被刘总凌辱，反而成全了你，是吗？没有提前跟你说，不用道歉，你是老板，做什么都是对的，我只是跟你确定一下而已。那这样吧，我给你加钱。好啊，现在转。100万够吗？够了。支付宝到账100万。多谢老板，这点皮外伤赚100万真是值了。你怎么回事？这方案怎么做的？拿回去重做。顾少这几天似乎心情不太好呀，跟谁吵架了吗？谁说我跟季千墨吵？哦，原来是跟季千墨吵架了。我说他这几天怎么都不来你办公室了？哎，不是，他来不来我办公室跟你有关系啊？看你是吃饱了撑的。你惹他生气了？
他惹我生气还差不多。哦，这样，我还想说，要是你惹他生气的话，我刚好有办法可以哄女孩子开心。站住！什么办法？说说看。顾少，什么时候开始你那么在意季千墨了？等一下，季千墨。顾大少这是病好了，又出来挑衅了。我是过来找你求和的。求和？我没听错吧？之前对你有些误会，所以是针对你。现在我不想再跟你斗下去了。季千墨，我们和平共处吧。这杯咖啡是我特意为你买的，以示敬意。我怕有毒，怎么办？我知道，一时间让你相信很难，不过我是认真的。季千墨，不得不承认，你真的很特别。你这又唱的是哪一出啊？咖啡是我的心意，你喝或者倒掉。顾深刚跟你说什么？没说什么。那他请你喝咖啡？这你问他去啊，我怎么知道？你要喝他咖啡？你到底想说什么？顾深野心勃勃，不可能轻易接近你。他突然改变态度接近你，一定另有目的。我又不是傻子，被他设计陷害多少次，还有你说？那你还喝他咖啡？你想喝咖啡啊？想喝早说啊。给你，只要你不怕有毒。请问哪位是季小姐？签收一下花。女孩子嘛，就没有不喜欢花的。你送出一支红玫瑰，她一定会很喜欢。我是。九霄哥哥居然送花给季千墨。九霄哥哥竟然送花给我，我好喜欢呀！谢谢你。哇，红玫瑰代表永恒的爱，顾总可真浪漫呀！本来就是未婚夫妻，不会要结婚了吧？他俩不是铁板一块儿吗？早啊，千墨。早，你也锻炼啊？啊。你不冷吗？我不冷，本来想叫九霄一起的，但是你也知道，九霄身体弱，户外运动一概不参加，不像我身体强壮。我看你还是穿上衣服吧。哎，秦墨，你是在关心我吗？家。自杀！我刚揍完你，你就忘了。对了，顾晨，你这样挺油腻的，惹到我了。我还没输呢，你这么快就开始讨好季千墨了？还不是因为你没用，那天晚上已经给你铺垫成那样了，你不仅没有睡到顾九霄，还让他抓到把柄。你也看到了，季千墨不是省油的灯，他可不会像我对你这么听话。你不能嫁给顾九霄，对我来说还是一无是处。好在顾九霄跟他的感情没那么深，我有把握让季千墨消失，到时候你再上位。有事吗？今天我送你去上班。不是说分开上班，不要被发现吗？我去坐地铁。顾有霄，你到底想干嘛啊？
其实那天的玫瑰花要给你想追谁送谁玫瑰花不用跟我交代。顾九霄，你要是想通了取季洛的话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们的合约随时可以终止。我看是你自己想摆脱吧。你要这么想也行，要不我们就合约终止吧。顾九霄，你干嘛？放开！你记不记得那天在会所浴室里，你对我做了什么？九霄，我好热啊！你试一下。내가사랑에빠진걸까요내두눈이말을한대요그들보는나의눈빛은숨기지못하고다들통났죠내가사랑에빠진걸까요只是药效发作了，你又没吃亏。谁说的？我从来不让女人亲我。那我亲都亲了，你还想怎么样？顾琛的身材好看吗？你有病吧？话题转移那么快，不许你看他。你大姨夫来了，莫名其妙。默默，公司旁边新开了一个蛋糕店，我特地给你带了一块。顾副总是在追季千墨吗？季千墨厉害呀，他才进公司多久？先是让顾总照顾他，现在又勾搭上了顾副总。蛋糕还你。顾琛，我不管你在想什么，别再搞事情，否则别逼我动手。别急嘛，季千墨，你确定要锁死顾九霄，不给自己留条活路？别逼我再揍你一顿。顾九霄有告诉你他活不过一年吗？顾琛，你闭嘴。什么活不过一年？你什么意思？看来你真的不知道啊。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只有不到一年的寿命。他说的是真的吗？我就说嘛，他怎么可能会喜欢你这种混混？季千墨，你不过是他用来对付我的一颗棋子。一年之后他死了，你什么都得不到。这件事情我以后跟你解释。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顾九霄，季千墨，你到底对九霄哥哥做了什么，刺激他发病？我说过，他的病已经非常严重了，绝对不能再受到任何的刺激。如果再发病的话，恐怕连一年的命都没有了。季千墨，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九霄哥哥？他对你这么好，你却要害死他。九霄，如果季千墨留在你的身边会伤害你身体，我绝不许嫁给你。爷爷，事情不是你想那样。红颜祸水啊，如果二叔他们还在世的话，看见你为了这个女人把自己折磨成这样，他们是会伤心的。爷爷，我有句话想单独和默默说。季千墨，不要再刺激九霄，听到没有？顾九霄，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都病成这样了，为什么还要搞出这么多事情？默默，怕了吗？怕我死了后顾琛和季家不会放过你。对啊，你也知道你把我坑得有多惨。现在后悔来得及，顾琛不是在跟你示好吗？你不是也在找后路吗？不然怎么可能送季洛玫瑰花？怎么样，默默，你真的后悔了吗？我只是在想，要不要和你继续走下去。
我就说，知道顾九霄短命，他又没有家人，怎么可能和他在一起？只要他退出，九霄哥哥就没有别的退路。现在只需要再给他一点诱惑就行了。默默，你们找我什么事情？你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和你爸怎么可能不来找你呢？你们不是不认我吗？骨肉血亲怎么可能不认？修炎那天太过突然，估计两家联姻又太过重要，我和你妈迫不得已才会那样。默默，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原谅我们好不好？你们真的会想我？我听说顾氏为了庆祝拿下娱乐城的项目，周末会举办庆祝派对，我和你妈也会参加，到时候我会当众宣布你就是我的女儿。默默，妈妈给你买了个裙子，正好你在派对那天穿。好漂亮，谢谢。妈妈，你为什么要约季千墨还送礼物给他？洛洛，默默也是妈的女儿，希望你能理解。理解？我不是你的女儿吗？有我还不够吗？九霄哥哥是这样，你也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恨你们！要不去追他吧，他早晚都要接受你。再说，我已经爱了他20多年，现在妈妈想好好爱爱你。默默，能不能答应妈妈一个请求？放弃嫁给顾九霄好不好？说到底你还是向着季莲。没有向着他，我是为你好。你和顾九霄认识不久，没有很深的感情。洛洛和顾九霄从小青梅竹马，对他一片痴心。顾九霄只有一年的命，一年后你要成为寡妇，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回到我们身边，我和你爸会照顾你，我们还会找最好的医生治你邻居弟弟的病。你们知道行止。不要再掺和顾家的事了，回到我们身边，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呢。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你不是在住院吗？刚出院。你怎么了？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顾九霄，我们的合约终止吧。为什么？你们顾家尔虞我诈，每次我都成为被攻击的目标，真的累了。我看是季家想认回你，顾晨也在追求你，你觉得我没用了是吧？季千墨，你清醒一点，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我从小就没有在杨彩萍那里得到一点爱，我就想认回我亲生父母，我有错吗？况且你也只是把我当棋子，我们谁也不欠什么。随便你。他果然听了你的话，跟顾九霄闹翻了。派对那天没人为他说话，你将在所有人面前成为顾九霄的未婚妻。恭喜啊，这次派对现场公司员工是不是都来了？听说我们顾总还是请到了不少名流，所以才会如此热闹，如此盛大。季千墨穿礼服还真漂亮呀，身材也不错哎。要不是他有这个脸蛋和身材，怎么会一边跟我们的顾副总暧昧，一边把顾总害进医院呢？还有脸在这里高调的出现，真不要脸！哼。默默，你这个裙子真漂亮。是啊，走吧，去跟顾老打个招呼。季叔叔，看来你们这一家是要团聚了。是啊，顾老，默默决定不嫁九霄。真的？为什么这么突然？她和洛洛是姐妹，争同一个男人，说出去不好听。我想借今天这个场合宣布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顾老，你不介意吧？不介意，你请。走吧，上台。哎，洛洛来了，你看洛洛来了。哎呀，真是，他怎么穿的衣服和季千墨的一模一样啊？
季千木为什么和季总季太太在一起啊？神情还那么亲密，难道说她也是季家女吗？你不觉得季洛和季千木有点像吗？各位，今日借顾家的派对，我季仁义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宣布。季家这是要当众认亲啊？不是吧，洛洛也太可怜了，未婚夫刚刚被抢，现在连亲爹亲妈都要不认他了。我身边这个女孩叫季千墨，半个月前突然出现，手里拿着一份亲子鉴定书，说是我的女儿。哎呦，那是季家的亲戚？真的假的？真的吗？天哪！经过我半个月的查证，这份亲子鉴定书是假的，她不是我女儿，这种事而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想用诈骗的手段取代洛洛成为季家千金，再嫁到顾家成为顾九香的妻子。这两天我故意跟他相处，拿到了他的头发，跟我重新做了亲子鉴定，证明他跟我没有血缘关系。这几天你对我袒露所谓的母爱，送我跟季洛一样的裙子，都是在等这一刻是吗？没错，我还找来了你的亲生母亲，她也能证明是你逼她录的录音，目的是为了到季家认亲，麻雀成凤凰。我可以证明。还有这种人，季千墨是我跟一个赌鬼生的私生女，和季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天哪，造亲也太大了，逼生母做啥造的？季千墨也迫不择手段了。你也没听说过这种事儿。亲生父母抢未婚夫，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知道这世上还有这么恶毒的人。是啊，天天说我虐他打他，其实是我辛辛苦苦挣钱把他养大供他上学，他不知感恩也就罢了，还天天虐我压榨我。你们快看呐，这个季千墨呀，他不仅打同事，还虐打自己的亲妈，简直丧心病狂，丧尽天良。不会吧，你对我有没有一点母女情？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这几日你天天黏着我，眼巴巴的想叫我妈，真是令人作呕。要不是为了我洛洛揭开你的真面目，我一秒都不想见到你。你这个贱种，要是我的亲生女儿，我季仁义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季千墨，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爸妈生我养我20年，九霄哥哥是我的青梅竹马未婚夫，他们是不可能被你抢走的。他真是假的，不是季家千金。爷爷，季叔都发这么毒的誓了，季千墨肯定不是他的女儿。九霄，你被他给骗了。你想想，他一开始一心想要嫁给你，得知你有病之后就开始远离你，转而纠缠我，现在季家想要认他，他就抛弃你。季千墨根本就是一个唯利是图、见钱眼开的女人。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坏的人，真是太恐怖了。季千墨，我说的没错吧？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天上掉馅饼的。上天只会给我掉铁饼，我明知道你们是什么人，却还是抱有一丝期待，是我活该。九霄，季千墨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他亲口告诉我，他说你就是个病老鬼，之前想嫁你是因为想继承顾家的遗产。还跟他废话干什么，把他赶走，多看他一眼我都嫌脏。保安，把他给赶出去。急什么，就算要判一个人死刑，也该给他一个申诉的机会吧。九霄哥哥，难道你忘了吗？季千墨知道你得病只能活一年之后，他是怎么嫌弃你想要抛弃你的。我从小到大运气都比较差，没有一点好事能够发生在我的身上。你们来相认的时候，我多么渴望是真的，多么渴望在你们身上能得到一丝爱，但是怎么可能，你们眼里没有一点温情，只有虚伪和假装。所以我调人查了你们的体检报告，体检报告显示季仁义的血型为 B 型，梁雪的血型是 O 型，你们猜季洛的血型是什么？闭嘴，你闭嘴。季千墨，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季洛，这里有一份
你入职顾氏的体检报告，上面显示你的血型是 A B 型。O 型是 B 型，生不出 A B 型吗？生不出。你的体检报告是假的。季总和季太太是季氏的股东，每年都会体检，这些体检信息在季氏官网上都可以查到。我的血型的确是 O 型，仁义的血型是 B 型，洛洛的血型不应该是 O 型吗？季千墨的血型才是 O 型，季洛不可能是你和季仁义的亲生女儿。爷爷，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情。其实早在您的授权之前，我和季千墨就已经认识了。他手里那份鉴定报告是我找人做的，不可能是假的。这么说，季千墨是季家的女儿？所以我很好奇，季仁义手里的鉴定报告是哪来的？这份鉴定报告是拿季千墨的头发和我验的，不可能是假的。我这里有季洛和梁雪的体检报告，你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样？数据的确一模一样。季洛把自己的头发和季千墨的样本进行调换，得到的鉴定结果当然不是亲母女。妈，你别听他们胡说，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季洛每年生日是不是会收到一份神秘礼物？是，我是替他收过几次。季千墨，你给我闭嘴！那是杨彩萍用我赚的钱替他宝贝女儿精心挑选的。这么说，季洛才是杨彩萍的真亲生女儿，季千墨才是季家的真千金。大家如果还是不信的话，可以现场取他们四个人的样本进行鉴定，谁是真千金，谁是假的，一清二楚。不可以，绝对不可以！顾九霄，洛洛这么好，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娶她？因为我说了，我只娶季家真千金。虽然我不想认你当亲人，但是为了嫁给九霄，我愿意当场验明身份。九霄，难道你忘了季千墨之前是怎么对你的吗？我和默默从来就没有分开过，他也没有说过要离开我。不可能，我亲眼看到他嫌弃你生病要和你分手。你们会做戏给我们看，难道我们就不会做戏给你们看吗？爷爷，按照我爸之前和季家的约定，和我联姻的只能是季家的真千金，而默默是季家唯一的女儿，她才应该是我的妻子。怎么会这样？爷爷，我愿意嫁给九霄，做他的妻子，照顾保护他。不不，顾家的太太只能是我。爷爷，试婚还没有结束呢。在顾家公司家宴上闹这么一出，试婚不过就是个笑话。况且从一开始也是默默表现的最好。九霄说的没错，我宣布季千墨就是。谁说季千墨是季家唯一的女儿？我的洛洛也是季仁义的亲生女儿。真是挺巧的，季洛竟然是季仁义的私生女儿。你这个疯女人，在这胡说八道，给我把她赶走。她不是你们叫来的吗？怎么说出真相反而要赶她走了？我没有胡说，季仁义，洛洛绝对是你的亲生女儿，不信你可以去做 DNA。 我是爸爸的亲生女儿。闭嘴，给我闭嘴。承认吧，季仁义，季洛就是你和杨彩萍通奸生下的私生女。季仁义，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别听他们胡说，我和杨彩萍什么关系都没有。季仁义，你敢说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当年我在季家做佣人，你天天盯着我看，你趁梁雪睡着的时候跑到我的房间。对了，我想起来了，你屁股上有一个黑痣，你敢不敢脱下来让大家看看嘛？啊，那我真是太劲爆了吧。默默和季洛的生日只差一天。季叔叔，你还真是时间管理大师啊，睡完老婆睡佣人。不然以他这么自私冷酷的性格，若不是亲生女儿，怎么可能让季洛嫁给你？你们两个一唱一和，都给我闭嘴。不行吧，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就是季仁义，你太贱太恶心了，我要杀了你。你疯了吧。你们早就知道了，一切都是你们算计好的。你们早就知道了，一切都是你们算计好的。其实吧，
也没有很早。如果不是你们做那么多事，我们也不会知道那么早。又送你裙子，又哄骗你放弃婚姻，他们是打算在派对那天搞事。哎，杨彩萍，他怎么在这儿？去看看。洛洛真的能如愿嫁到顾家吗？你放心，只要你配合好，洛洛就能得到属于他的一切。走。妈呀，这么多年尽人意和杨彩萍还有勾连，哇，这三观也太炸裂了吧！明明都是亲生女儿，正气的女儿却被百般陷害，恨不得毁掉，和私生女却一再维护，还想要嫁入豪门，太双标了，太偏心了，这对母女真歹毒啊！女儿换走了真千金的人生，养母虐打她，亲生母亲迫害她，天，季千墨真是太惨了。默默，对不起，我都不知道做了些什么。你不配做我的妈妈，你不是我的妈妈，你说啊，你不是，你不是。洛洛，我是你的妈妈，我把你换掉。就是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洛洛，妈妈对你的爱是一点都不少啊！你给我闭嘴！为做我的妈妈，你就死！你给我就死！给我就死！都是亲生母亲，这是要弑母吗？太吓人！太可怕了吧？什么素质？什么娘们养的千金啊？再怎么养，都掩盖不了他骨子里的下贱。你看，他还敢打他的母亲！哎呦！怎么这样子啊？我是季家的千金，我才是真正的千金。你的亲爹是季仁义，你确实是季家千金。洛洛，洛洛，洛洛，听到没有？我是在帮你呀、啊！你现在不就能嫁给顾九霄了吗？哎，今天之后啊，季洛就是全城笑柄了、啊，还想嫁入豪门。就是普通人家也不会想要一个通奸生的私生女做媳妇儿吧，太低劣了。顾家的媳妇儿必须是清清白白，绝不能是私生女。都是你害的，为什么你是我妈？为什么？子贤母丑，季洛真是狼心狗肺啊！都是季千墨害的，为什么会有季千墨存在？如果他死了，他就威胁不到你了。我一定要把你杀了他。我要杀了他！王呢？他赶走！放开我！放开我！七七，你赢了，终究还是让你争赢。你也许输了，但我也没有输。默默，怎么了？其实我挺羡慕季洛的，毕竟他有很多人爱他，不像我。你先爱，连家又有毒，你根本不用在意他。默默，你善良坚强，拥有百折不挠的勇气，你值得更好的爱。你怎么突然这样夸我？一点都不像。因为你值得，至少有一个人一直很爱很爱你。谁啊？顾九霄，别忘了你只有一年的命，你凭什么说喜欢他？那个叶说该筹备我们的婚礼了。好，我也想带你去见个人。你要和他结婚？你好，我叫顾九霄，以后是你的姐夫。为什么？是不是要给我治病吗？怎么可能？我和九霄一见钟情，真心相爱，非彼此不可。我从来没有见过像默默这样善良的女孩，我此生非她不娶。这厮说起情话来，怎么像真的似的？我能单独和姐夫说几句话吗？行，那我先出去。陆先生，季
请你说实话，是我姐姐叫你来配合骗我的，对吗？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她在我面前一向报喜不报忧，我们是邻居，她比我大4岁，杨彩萍虐待她，不给她饭吃，不让她上学，她打工坚持学习考上了大学，因为我妈妈之前资助过她，我给她送吃的，但她逃跑，她就认为当她弟弟，她是那种别人给她一分她就给别人10分的人，是她的性格。我妈妈去世了，我也生了病，我知道她是靠打黑拳给我挣的医药费，她又哭又累，可在我面前她永远是那副无所不能没人能欺负她的样子。你是真的爱她吗？请不要骗我，她有我这个弟弟当她的后盾，你要是欺负她，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放心吧，我是真的爱她，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和她过一辈子。你跟行知说了什么？她居然这么快就接受了你，还对你赞不绝口。你猜。怎么不等老公就先走了？走路就走路，别动手动脚。我就是想牵着你走。啊！你给我滚出去！滚！求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求求你们！别叫我妈，妈是杨彩萍，不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滚！爸，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你不会赶我走的，对吧？怎么，舍不得这个女儿？要不要我把季太太让出来，让你和杨彩萍一家三口团聚啊？我不是跟你解释过了，我就是一时糊涂才会被杨彩萍勾引，我想要这个女儿，让她走就是了。别生气了，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出现伤害我的默默，我杀了你！还不快滚！好了，别生气了，咱们商量一下怎么把默默认回来，好吗？爸，顾晨，我……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你嫁不了顾九霄，对我来说一文不值。再敢骚扰我，我弄死你！季千墨，是你夺走了属于我的一切，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绝不。我的行李箱怎么会在他的房间？顾老爷说了，您和九霄少爷马上就要结婚，应该住一间房，增添一下彼此的感情。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一些衣服和生活用品，之后您还有其他需求的话，可以尽管吩咐我。成为顾太太，待遇就是不一样了。不过我的房间里为什么会有这件衣服？可能是爷爷想让我们早点给他生个重孙。给顾家留个后吧。生孩子？我们两个怎么可能生孩子？顾九霄，你又坑我。嘘。你在这儿干什么？刚好路过而已。你们两个不是在吵架吧？我们夫妻两个在过甜蜜二人世界。你打扰到我们了。爷爷说让我们住在一起，好培养感情。你要是再来偷听的话，我就去告状，说你妨碍我们给他生曾孙。看你能得意到几时。顾琛还真是阴魂不散。他是怕我们真的结婚了，生下了孩子，
他就彻底得不到顾家了。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将顾氏交给信托，请专业的经纪人来打理，好让他们两个父子死了这条心。爷是不会同意的，再怎么说大伯也是爷的养子。其实我早就想说，顾九霄，顾氏固然重要，但你的身体更重要，我觉得你应该安心养病，没准就等到心源了，这样你就有救了。合适的心源哪有那么容易找，但是我绝对不会让顾明顾琛父子两个逍遥法外。什么意思啊？这是我父母，他们三年前因为车祸去世了，我怀疑这不是意外，而是人为。你的意思是顾明禄父子害死你爸妈？三年前那场车祸，我父母当场去世，自己重伤。起初我也以为是意外，但后来司机失踪了。恰巧那场车祸发生在一条非常偏僻的树林，没有监控。按你的意思是说，顾明禄让当年那个司机故意制造车祸，那我们找到当年那个司机不就真相大白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暗中调查，但始终没有结果。现在我的时间不多了，不能再等了。你需要帮你什么？明天你就知道了。但现在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我们今天晚上怎么睡？那个默默，床很大，你可以睡过来点。顾九霄，我警告你别对我动手动脚，否则的话小心我拳头。放心吧，我可不敢。最好是。对了，你睡觉没什么恶习吧？没有。我也没有。季羡慕，别动！现在到底是谁在对谁动手动脚？季羡慕，你到底是不是女儿？谁让你给的钱多呢？我怎么会在你怀里？你对我做什么了？你昨天晚上不是一直往我屋里钻吗？你是不是馋我肉体啊？收集你那八百个心愿，照样用。你想怎么弄我都随你。你不是说今天要查你爸妈车祸的事情吗？我想到了一个险招。什么？打草惊蛇。我大伯和顾琛为了得到顾氏不择手段，他们手里肯定有证据。这个阳台直通我大伯书房的阳台，我希望你前进这个阳台帮我拿到证据。我倒是觉得没什么难度。唯一的难度就是他们的阳台门锁。这倒没什么，用点小工具就能打开。我就知道，但是切记一切以安全为主。你确定他们父子都出去了？注意安全。放心吧。
这也不难吧。想这么紧，里面一定有见不得人的秘密。一个锁怎么这么难开？这么久了还没出来，出什么事才好？少爷，您回来了，落了个文件，回书房取一下。你干嘛？咱俩聊聊。回头再聊。顾晨，站住！那么大声干什么？我不大声点，你听得到吗？居然这么快就过来了，我得快点。你搞那么多事，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知道又怎么样？九霄，我劝你别折腾了。好好养养你的身体吧。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你说才对。别折腾，你们父子俩是得不到故事的。你千方百计地阻止我进房间，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人吧？顾九霄，你今天也太反常了，你到底要干嘛？你这么在意这间书房，难道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是我爸的房间，请你出去。你笑什么？我笑你们父子两个忘恩负义，贪得无厌，每天处心积虑算计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像个畜生一样。你是不是因为不敢打你？你敢吗？你们两个哪次不是在背后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见到我就像哈巴狗一样讨好我，找死！救命啊！打人啦！救命啊！住手！爷爷，救我！爷爷，为什么打人？我看到他要对九霄动手，当然要阻止反击了。幸亏默默及时出现保护我。顾晨，你为什么跟九霄动手？我没有，我们两个就是起了一点争执，倒是这个季千墨不分青红皂白，进来就开始打我。这是我的房间。我倒是想问问了，九霄和季千墨怎么会在这儿？顾晨又不是疯了，会在这儿打你？爷爷，九霄连一根头发都没伤到，倒是我都快被他给打死了。那就是误会了，谁让你跟我老公吵架，我这拳头一激动就挥出去了。爷爷，默默他也是护肤心切，你就别怪他了。为了保护你倒是应该的，下次看清楚，不要下手那么重。还有下次？爷爷，你也太偏心了。你们是兄弟，有事好好说，动手动脚的被别人误会，去把伤处理一下。刚才好险，你没事激怒他们干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及时出现保护我的。我确实有些重大发现，这是我调查出来的记录，你看看。还有这个，他们正在找一个叫胡伟的人。胡伟就是当年的司机，他为了逃避灭口逃走了。看来你爸妈真的是被他们害死的。畜生，就算他是养子
跟你爸也是兄弟，怎么下得了手啊？他们为了得到故事，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调查过大伯，他会不定时的向一个固定的银行账户转账，那个账号应该就是胡伟。胡伟躲了起来，却经常勒索他们要钱。你猜，他们也着急把这个人找出来灭口。经过今天这件事情，他们一定更急。啊，爸，箱子被动过。季千墨真的来过，那他肯定看过里面的东西。怎么办？九霄会不会怀疑二叔和二婶的死是我们干的呀？其实他早就怀疑了，才让季千墨进来的。我说的今天怎么这么反常？要是让他找到胡伟，我不就完了？一定要比他先找到胡伟。还有，这个季千墨简直就是个祸。在他婚礼之前把他除掉。是，我早就想弄死他了。哎，一个小时之内赶紧洗完，老板说如果再敢打碎一个就一分钱都没有。他不是季家千金吗？怎么沦为洗碗工了？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他想要嫁入豪门不成啊，后来又爆出来是季仁义跟佣人的私生女，沦为全城的小，还有哪家公司敢要他？不得不在这儿洗碗。顾琛，你是来找我的吗？找死了，离我远一点。顾琛，你还需要我的，对不对？我能帮你的，真的。只要你把我带离这里，我做什么都可以。真的？啊。季千墨可是马上就要成为顾太太了。是他把我害成这样，我要让他死。I can feel it in my bones, standing in the dust of the world. 你好美啊，默默，我想活久一点。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之前，我不管活多久，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只有那些伤害我父母的人，付出代价。但是现在，我想活久一点。默默，默默，默默，我们来跟你道歉了。我们？他和佣人生下私生女，你还替他养了二十年，这么快就原谅他了？无论如何，他是我的丈夫，你的亲生父亲。他利用你，欺骗你，你还能原谅他？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懦弱又愚蠢的母亲？默默。妈妈对不起你。默默，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血浓于水，你怎么可以不认我们呢？你们之前利用他，伤害他，怎么没想过血浓于水？我已经把季洛赶出了季家，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季家的千金。季仁义，你还真是虚伪又恶心。你无非是看季洛身世被揭穿，没有利用价值才想到我。我是不会认你们这样的父母的。默默，再也不走叫保安了啊。默默，别伤心了，他们不配做你的父母。死丫头，狼心狗肺，连亲生爸妈都不认，我绝对不能没有故事。要是你急了，我什么都做得出来。杨彩萍，你怎么来了？她是谁？我是季千墨的妹妹，来接你参加她的婚礼。我姐夫会来接我的，用不着你们。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他走。顾家的婚礼真是盛大呀，全城的名流都来了吧？哎呀，嫁到顾家真是上辈子积的大德。什么积的大德呀？谁不知道顾九霄就要死了，嫁过去说不定马上就要做寡妇了，那也是有钱寡妇。人带出来了。你先去忙吧。少奶奶，我没接到你弟弟啊，问了医生他们还以为他来参加婚礼了。怎么会，我说了会派人去接他的，他不会走开的。我找遍了医院都没找到。季千墨，你要是还想见到你的弟弟，就马上从婚礼上离开。怎么还没换婚纱？客人到的差不多了，我带你进去。你最好一个人来，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否则和你是见面不薄。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马上离开。什么事儿比我们婚礼还重要？对不起，我一定要走。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赶回来；如果来不及，对不起。洛洛，要不你去求求你爸爸，你是他的亲生女儿，他不会不见你的。给我闭嘴！啊，不是，我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你坏了我的好事。我恨你一辈子。一会儿顾琛派人过来接应你，季千墨只要一到，你就把他卖到偏远山区去。行，这样他就威胁不了你了。最好卖给那种又穷又老的单身汉，像猪一样给人生孩子，让他一辈子都逃不出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啊，应该是他来了。怎么会是你？啊，醒之，你没事吧？醒醒，醒醒！姐姐，是我，我来，我来救你。小心背后。季千墨，你终于醒了。季洛，果然是你。一家三口倒是整整齐齐。闭嘴！要不是你跑出来认亲，也不会搞出这种事。爸爸，我没想到你会来帮我，果然你还是更疼我。你们可真是一对亲父女，冷血无情，一模一样。你要是像露露这样乖乖听话，我需要走到这一步吗？今时今日都是你一手造成的。就算绑了我也没用，顾九霄是不会去接洛的。今天的婚礼请了全城的名流，我放出风声，让所有客人都认定是顾季联姻。以顾家的身份和名望，还有顾老爷子对顾九霄结婚的急切，婚礼不可能取消。只要你无故消失，我就会作为季家千金取代你，成为顾九霄的新娘。哼，季千墨，最后还是我赢。你让我跟着季千墨，刚才路上被一辆黑车干扰，跟丢了。我给他打电话也没接，你继续找他。好。九霄，你怎么还在这儿？季千墨呢？还不让他出来招呼客人？他在休息室化妆呢。化妆？要化这么久啊？今天来的可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辈，你也不带他出来露露脸儿？不少亲戚朋友都想见见他。别急，
等到敬酒的时候，自然就见到了。让他快些，婚礼马上就开始了。姐姐，对不起，是我连累你。说什么傻话？明明是我连累了你。真是姐弟情深啊，你们很快就会在另一个世界相遇。装货的车十分钟后就到了。时间来不及了，我们马上要赶到酒店，你还要换婚纱和妆容去举行婚礼。那我们赶紧先走。你留在这里跟上车，一定要确保季千墨和贺行志送到买方手里，永远消失在别城。一箭三雕，季仁义，你这计划还真是天衣无缝。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命不好。哎呀，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吧？怎么还不见新娘子啊？一会儿行礼的时候不就看到了？急什么？我已经处理妥当，季千墨将永远消失，绝不会再妨碍我们。我就说，还得是季叔亲自出马，才能把事情办妥。希望你记得对我的承诺。那当然。顾九霄只要一死，季洛就是他的未亡人。到时候，顾氏不就是我们的吗？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我去催一催你的新郎，你们的婚礼马上开始。九霄，你怎么还在这儿？季千墨呢？顾晨，你对我太太未免太过关心了吧？她是今天的新娘，我不应该关心吗？九霄，赶紧把季千墨叫出来，你们该行礼了。她去洗手间了。这一会儿补妆，一会儿去洗手间，一上午都没见她人影，她该不会是逃婚了吧？谁逃婚？爷爷，我看婚礼时间快到了，就叫九霄和季千墨出来行礼。可是这季千墨到现在还是不见人影。这人们都在议论呢，这一上午都不见新娘，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新娘逃婚了呢。他马上就回来。回来？九霄，季千墨到底去哪儿了？结婚这么重要的事都能失踪？九霄，我怀疑他对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的？就怕默默不会出现。仁义，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季千墨真的逃婚了？两天前我见过默默，跟他道过歉，他犹豫要不要嫁给顾九霄，现在看来他是反悔了。季仁义，你的演技还真是一流啊。九霄，你就别再苦撑了，季千墨他就是逃婚了。今天到场的都是非富即贵的贵客，难道你要让我们当众宣布新娘逃跑，婚礼取消吗？婚礼取消，这岂不是让我顾家丢尽颜面，成为全城的笑柄吗？不行，九霄必须结婚，婚礼马上举行。顾老，洛洛在哪？她也是我的女儿，宾客们都认定这场婚礼是顾忌联姻，新娘换成洛洛不就行了吗？没错呀、啊，把新娘换成季洛，这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所有人都知道，季洛是季仁义和佣人的私生女，你是要让我们顾家抬不起头吗？洛洛，修养还是不错，她成了顾太太，我看谁还敢议论。爷爷，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看这宾客们都开始议论了。婚礼如期举行，新娘是季洛。季洛，你连婚纱都穿上了，看来你们是未卜先知啊，笃定季千墨一定会失踪。九霄哥哥，我对你是真心的，我想和你执子之手，白头到老。好了，那我去通知四姨。婚礼开始。嗯。新娘子来了。
玄木，你怎么会出现？怎么会这样？你不是说他会永远消失吗？怎么会？他应该被送走了呀。妈妈，他怎么会来？你们总算来了。车子在外面，赶快带他们上车。你有没有想过，寄人义，把你也卖？不可能，洛洛不可能这样对我的。她要嫁进顾家，成为顾太太，人生中就不能有你这个污点。你少在这挑拨离间，季千墨，今天的一切你活该。顾太太只能是洛洛，你注定就是地上的泥，任人践踏。休想伤害我的默默。你怎么会在这儿？默默别怕，妈妈保护你。你怎么会没事？这么轻易就想绑住我，太天真了吧。快走。我没拉晚吧？刚刚好。收到你的定位，赶过去时，季千墨已经把绑匪都收拾完了。默默要被季仁义、季洛拐卖走了，快派人来这里救他！是妈妈背叛了我们。爷，我的妻子到了，我们可以举行婚礼了。季千墨，婚礼都开始了你才到，你也太过分了吧。我去接我的弟弟贺行之了，他想亲眼看我的婚礼。爷爷，你不介意吧？及时赶来就好。季洛，你居然也在，好巧，你也穿婚纱了。不说都没注意，季洛怎么还穿着婚纱呀？是啊，不会是想来抢婚吧？他一个佣人，生个私生女，都被顾忌两家扫地出门了，他还有脸来啊？可以行礼了。不是说顾忌联姻吗？怎么新娘挽的不是季仁义啊？你不知道吗？顾忌联姻啊，就是个笑话，顾家只认新娘，不认季家。婚礼还没结束，这么早就想走吗？就是你坏了我的好事，我还没找你算账。让开！休想走！让开！顾上吩咐，谁也不许走。我姐姐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现在我把她交给你，请你一定要好好爱她。我会的。顾九霄先生，你愿意娶季千墨小姐吗？爱她，忠诚于她，无论贫穷或者富有，健康或者疾病，直至死亡。我愿意。季千墨小姐，你愿意嫁给他吗？爱她，忠诚于她，无论贫穷或者富有，健康或者疾病，直至死亡。我愿意。好，好。刚刚行事跟你说了什么？姐姐，姐夫跟我会永远爱你，恭喜你。终于找到幸福。默默，你还没回答我呢。哎呀，新娘好威好霸气啊，顾少爷吃得死死的了。爷爷，刚才默默并不是拒绝贺行之，而是被季洛和季仁义给绑架了。他们妄图把他绑到山区里，让他永远消失。你少血口喷人，我没有。柳乔，你是不是误会了？默默也是我的女儿，我怎么会这么做呢？不用狡辩了，我们已经报警了，绑匪和共犯杨彩萍已经被逮捕了，警察很快就会来抓你们。我也可以作证，我亲耳听到，亲眼看到季仁义和季洛两个人狼狈为奸，商量着要绑架默默。梁雪，你疯了吧！我是你老公，
洛洛也是你养了20多年的女儿，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妈妈，我也是你的女儿，你是要毁了我吗？闭嘴！我的女儿只有默默。千亿，默默也是你的女儿，你不爱她也就算了，还要把她卖到山区，任人糟蹋。你们这对妇女真是畜生不如！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你敢动她试试？好你个母女情深，齐千木，你最终还是把我妈妈给抢走了。我不是你妈，杨彩萍才是。一直以来，是你霸占了属于默默的一切。陆老，警察来了，要逮捕季仁义和季洛，把他们两个带下去。顾晨，你要救我！闭嘴！犯法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想到今天上午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啊！好在默默没事儿，你们的婚礼顺利进行，不幸中的万幸啊！我还以为你很想要九霄娶季洛呢，不然的话，他明明赶出顾家，又怎么会穿着婚纱出现在这儿呢？因为这根本就是他的精心策划，他才是幕后主使。顾九霄，少在这血口喷人！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儿？妈，顾晨不可能做这种事情，而且他也没有证据，这就是空口白牙，冤枉人嘛。我确实没有证据，想来问季仁义和季洛也没有结果。自从我跟九霄在一起之后，顾琛对我的伤害历历在目。爷爷，我一想到要跟这种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真的很害怕。爷爷，我和默默刚刚成婚，我不想让他过着每天提心吊胆的生活。顾九霄，到底想怎么样？分家。什么？分家？大房和二房分家本来就是理所应当，你说呢，爷爷？我还和九霄默默在一起住，你们一家明天搬出别墅。爸，我也是你亲儿子，只是分家而已，你们两个还是亲骨，又不是解除你们两个在公司的职务。爷爷，我不想搬出去，我还想跟你一起住。等以后默默不怕你了，你们再来看我。顾九霄的手段太多了，不仅没有除掉季千墨，还把我们赶出顾家别墅。下一步就是踢我们出顾氏，等他们找到胡伟，就会把我们父子送去坐牢。他们在找胡伟？放心吧，我已经知道胡伟的下落了，我要亲自去除掉他。再等九霄一死，顾氏还是我们的。哼，走。九霄，你就这样把他们赶走了，这对父子可是会狗急跳墙的。要的就是他们狗急跳墙，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把我想要的人送到我面前。你说的是胡伟？九霄，你最近老是心口疼，这样可不行，我们去医院看看。我时间不多了，不能再等了。顾九霄，你答应过我了，要好好活下去，不可以死。你果然没猜错，一放出风说你在找胡伟，顾晨父子就有动静了。盯紧他们。好的。找到胡伟，就可以替你爸妈报仇了。爸，胡伟真的会出现吗？这些年他东躲西藏的，还不忘了向我敲诈要钱。我这次答应给他1亿，他不可能不心动。顾先生，你没有带人过来吗？不是你要求的吗？谁允许我们父子出现？我们要的东西呢？哼，你们钱还没给我，就让我把东西给你们？你当我傻呀？胡伟，你要是再敢耍我们父子俩可是不会放过你的。顾先生
可是一个连兄弟都敢杀的人，我怎么敢耍你们？给我的账号打一个印，我就会把记录你们犯罪行为的行车记录仪给你们，然后从此消失，再也不会出现。给他打钱。行，在这儿。不会还有备份吧？你放心，我只求财而已。这是唯一的一份。秦墨，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要是不来的话，怎么记录你们犯罪证据呢？大伯，是我，没想到吧？我们这么小心，你是怎么跟过来的？我知道了，你最近搞了不少事儿，就是为了让我把他引出来。还不算蠢。你们刚刚的话都听到了。我父母果然是你们杀的。胡伟那个只认钱的丧家之犬，他的话你敢信？拿来。有了这个应该就可以了吧。现在胡伟在我们这儿，行车记录仪也在我们这儿，你们还有什么可狡辩的？九霄，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们父子啊？杀害我父母的时候有想过放过他们吗？那就怪不得我了。你带胡伟先离开。胡伟死了，你们父子俩真是丧尽天良。这都是你和你爸逼我的。当初我是想要物事集团的股份，可是你爸死活不肯，还口口声声说好兄弟为我好，结果呢，还不是把我当成我顾家那个打工的。就因为这样你把他们给杀了。他不仁我不义，是他们自己咎由自取。顾九霄，你怎么样？顾九霄，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能不能活过明天还不知道，拿什么跟我争？故事有我爸的功劳，我们拿过来天经地义。你们杀了胡伟一样是犯罪。胡伟只不过是被误杀了，明天就会有人去顶罪。赶紧把行车记录仪给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休想，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季千墨，双拳难敌四手，你就是再能打还能打得赢我们这么多人吗？哼，认命吧。九霄，赢不了我，你死以后啊，我会好好打理故事，然后把老爷子送到国外颐养千年。你笑什么？我好不容易抓到你们的把柄，我会自己一个人孤身前往吗？你什么意思啊？爸，他报警了。还有刚刚说的话我全录了，等着坐牢吧。顾九霄，好狡诈。好吧，顾少，
爷爷，怎么样？九霄怎么样？还在手术中。总算是抢救过来了，但是顾少的情况比我们想象中的恶化得更严重。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心源的话，我们恐怕也无能为力了。爷爷，您先别担心，九霄他一定能抢救过来的。他答应过我，要好好活着。都怪我，错信了顾明禄父子，害了九霄。九霄，你还记得曾经跟我说过，你想活得久一点，你不可以食言，听到没有？我这个人吧，从小到大运气真的很差，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真的不想失去。你那天问我行知跟我说了什么，你跟他说你爱我，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我也真的真的很爱你，所以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醒过来，就算是为了我，好不好？可是让顾全给跑了，真是祸害一千，居然又让他跑了。顾明禄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不过好在顾少提供了录音，还有银行转账记录，都可以证明顾琛是共犯。没关系，他跑不了多远，迟早要回来认罪负责。顾少总算为他爸妈报仇了，可他自己却……我相信他能醒过来。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们现在有心源了。听说顾少找到了合适的心源，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还以为没救了，突然有了合适的心源，太巧了。把我害成丧家之犬，走投无路，你竟然能等到心源活下来，顾九霄，老天不收你，我来收。顾九霄，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我杀了顾九霄，我终于把顾九霄杀了！顾九霄，你不是仗着是顾家的亲孙子，总要压我一头吗？到最后，不还是死在我的刀下？这就是报应，报应！那你的报应又在哪里？你怎么还活着？闯着是谁？假的？你又骗我！故意引我上门，顾琛。我可太了解你了，你从小就嫉妒我，处处想要取代我，得知我还有活下去的机会，你岂能坐得住？现在一样给你杀，要不然同归于尽。顾琛，收手吧，不要再错下去了。你怎么不叫他收手？怎么不让他放过我们？
你处处偏心他，他一生下来就可以不顾吹灰之力的拥有一切，而我呢，拼命的努力，不停的讨好，却只能给他当陪衬，凭什么？这不公平！凭什么？凭你心术不正，用心歹毒，根本不配得到顾家的一切。过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有人出身高贵，有人出身平凡。你们父子被顾家收养，顾家有恩于你，而你们呢，恩将仇报，杀死解孝的爸妈，还处心积虑让顾家家破人亡，你没有资格谈公平。如果不是你们父子贪得无厌，如果你的能力可以胜任，那顾氏给你们又何妨？可是你们父子满脑子都是阴谋诡计，顾氏给了你们，迟早玩完。不要再错下去了，臣放下刀。收手吧，警察就在外面，你逃不了。爷，我错了，这一切都是我猪妖蒙了心才会做的错事，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你要是真的知错了，就应该认罪伏法。我伏法，顾九霄，我要跟你同归于尽。我就知道，这种人怎么可能轻易认错？顾九霄，你没等到心愿吧？看来这个世界还是公平的，顾家的老李，当着你的死穴，闭嘴！累不累？要不要回去休息？默默，当初答应我，你后悔吗？当然不后悔了，能跟你在一起是我最幸福的事情，嫁给你我真的很开心。对了，顾明禄和顾琛因为故意杀人判了死刑，季洛、季仁义还有杨彩萍也受到了惩罚。看来我这2000万花得真值啊。你知道就好。啊，连行之也找到了匹配的骨髓，手术成功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心源的。等你病好了，我们就去环球旅行，我想去好多地方，就当是我们的蜜月之旅吧。第一站你想去哪儿？我想去北极，我想去看极光。哎，算了吧，太冷了，还是去暖和点的地方吧。然后再生很多小孩，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只要是你生的我都喜欢。有合适的心源了，马上就可以准备手术了。太好了，醒醒醒醒，找到合适的心源了。什么？这次是真的，找到合适的心源了，可以手术了。